的一道菜，生的小章鱼。垃圾的时候呢，它叫做垃圾，来的时候呢是三只在下面水产店买的，然后三只的价格呢大概是一万块韩元，台币250块左右。然后来的时候他会把你切成，料理好的时候呢，它还是生的，像这样子，很恐怖。然后你看哦，把它拿起来，它还会动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要比一个胜利手势。